你们让他们觉得很热，你们让你们俩很热。我奔月去。你们 Edward 可以甩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要邀请这新社员的演员们都上台。好哦，那时光就是过得非常的快，没有错。其实转眼间就来到这个新社员的最后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们有三位社员不在，对，所以就是呢，小马呢，他要展现那个如同24的比例般的唱腔。他就是继承了没有来的人的遗志，没有啦，继承他们的这个唱腔，然后来为大家诠释这一首。对啊，小马。话讲成这样，我等一下每个都唱的一样的。他的不一样可能只有那个金鱼听得出来，他的分贝跟大家不一样。你都唱一样也没有关系啦，不要好听懂吗？好了，那就是总之这一首歌就是新社员的最后一首《晴天的云》。的人，没有一片云的天空，不觉得有点讨厌吗？你露出了大人的脸，让我住在稚嫩的从前。如果走上不同道路。或是因为你的爱恋，我才能看清自己的深渊。未来会是哪里？是当你先走了，就像你的那一秒间，怎样让伤痛不后悔？爱与被爱如何没有亏欠？盲选走的路，是否可以通往所有的终点？即使是穷的海洋。若你想宇宙的世界，就已经是奇迹的恩典。虽然你总是不够勇敢，仍感谢你在我身边。说着不喜欢他，我知道你说谎会咬着指尖。说着不喜欢他，那什么时候才要跟我见面？如果每天勇敢一点，何时才能平安相恋？如果每天勇敢一点，那天我将来陪你终点。如果你们在我身边，不会一天比一天寒暄。如果这不是如果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生活。决定的重要的最后的到来之前，在那天给我一个平凡世界，不论是谁都有着被爱的可能，到最后必经的考验，可是我是 O 型。
我果然还是原来的我，好烦。总是无尽的爱，总是在浪费时间，总是撕破坚固的执念。不喜欢晴朗的天空，不偏爱好的过分的人。会变成温柔的脸，轻轻唱着歌，或许就能带来明天。一起唱好不好？在那天，给我一个平凡世界，无论是谁，都有着被爱的可能，到最后。是多么不幸福，过24小时又回到原点。在晴朗的天空找到一朵云，为什么我反而觉得安心？谢谢。我又突然有多了一个拉迪赛的 corner， 然后问张燕姿，因为你刚刚你最后一首歌呢是说在晴朗天空找到一朵云嘛，是我听说你之前排练的时候你常常有各种云，就是不止一朵云，你可以跟我分享，你直接唱一下，你跟我分享一下，你有哪些云吗？很多云，就比方说直接唱，直接在晴朗的天空找到许茹芸。许茹芸他叫谁吗？大家就是暴露了一下年代的事情。对，最近有什么云？想说我们会太九零了呢。找到陈小云，啊又不一样了。我叫陈小云。我叫陈小云，很久了。陈小云好像很左。就是这个电子冷调的这个立伟团，对，是的。那现场还没有买立伟团的票的，可以举一下手吗？谁还没有买票？好，可能有一些那个，你们不敢举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，那边有个穿黄色外套的小姐哈，去捕捉她今天现场有8折。好，等一下还要买，应该是板桥的民众，我们要有礼貌一点。就是、今天呢，请问现场购票有8折哦，8折优惠。有一位穿黄色外套的小姐，对，就是三鞠躬，就是麻烦一下那个。我觉得他会很板桥的民众在问，其实他们其实还不太清楚到底立委是什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呢，就是我们来聊一聊立委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有请编剧剪剧剧。好的，这出戏呢就是下个礼拜呢，这个礼拜，下个礼拜，下礼拜，不要闹，下礼拜会在全剧场1019十九场的一出 BL 科幻。武打电子乐风格的音乐剧，那这出剧呢就在讲说呢，杨登君可以上台一下吗？登君，好，是蒋建朗呢，登欢迎我们立威团的演员杨登君。好的，对，这出剧呢就在讲说呢，哎，这是我们这次新演员登登，你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在后面等太久，嗓子都冷静，紧张到破音。你要不要一起把佳宇一起带出来？好啊，对。佳宇，佳宇 ，Where are you？ 是佳宇。来，这是我们第二位新演员。好，佳宇，你们要不要？就是加入这个立威团阵容的两位新同学。那这出剧的内容呢？佳宇，你帮我问一下好不好？嗨，大家好。好，你今天头发很性感，很波浪。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喜欢吗？喜欢这种性格？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们干嘛 cosplay 我啊？
哎，你说我不要用同样发型，发型发型师。因为有人就是 cos 阿广。阿广是他啦。阿广的颜色是我。对，其实颜色在这里。cos 阿广是他啦，他的是这样。然后这出剧呢，是在讲说这个杨登军饰演这个戴郎呢，他的哥哥在牢中过世了，那他就把他这个哥哥生前的记忆呢，制作出一个电脑里面的一个程式，一个人格，那他就叫利维坦2.0。然后呢，那这两个人呢，就是哪两个？哪两个人？我本想说你们听到会自己站出来，没有，因为我没有 remote 啊。2009的2007呢，就是这个死去哥哥的生前的伙伴跟恋人，然后他们出狱之后呢，恋人只有我，伙伴，他们伙伴恋人，然后就遇见这个电脑中的人格，然后开始产生一连串的故事。那然后过程中呢，戴郎还有他的两个伙伴，就是这个是云豹，然后这是渡渡鸟，然后呢，他们也会跟他们产生一些故事。然后呢，就是突然来了一个人，这样没有啦，他就是连接前面新生人的事件，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，很重要的一个人。然后他身边呢是一个小说家，那他也会跟大家呢产生一些故事。想得对，那不然嘞？那到底会产生什么故事呢？大家就可以进剧场看。对，然后所以呢？那如果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呢，其实可以直接到那边找那个。他现在站高高举手的，就是他。因为想说可能有一些现场有半折加入的朋友，再度强调一次，就是如果要买八折票券的话呢，就跟那个朋友直接购买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是。好，陈盘丽小燕姐。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教官啊。对，可以，什么事？比方一些新生人的学生们，就是最近就是转学了这样子，就这一阵子转学。那学校最近少了蛮多学生。那你刚刚看到了一些那个彩排的片段，就是我很好奇，就是自己也蛮喜欢 BL 的教官，有没有被发现进去了吗？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哪个配对呢？你在看彩排的时候？我在看彩排的时候，其实我要用教官的。可以，那你在教官的时候声音也没那么低吧？这是实力。哦，那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自己，我自己不知为何，其实我蛮对他们那三个人，就是云豹、戴郎、渡渡鸟，蛮有一些想象。哦。他们本身配戏，我都觉得好像蛮好看的耶。不管是戴郎配渡渡鸟，还是云豹配渡渡鸟，渡渡鸟中心，戴郎配云豹，好像都蛮有趣的，或是三个人也，或是，在场未满18的啦，现在几点？或是2007配云豹，好像也蛮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家觉得我眼光如何？好假好假！还是你真正想要的是3P，只是你刚刚讲不出口，没有，不会这样子。但我还是蛮生气，为什么你们都转学了？而且听说你们转学之后怎样，竟然个个身怀绝技，是不是？身怀绝技，你们现在每个都很能打，是不是？这样不怕教官了？吼他们两句，看他们会对你怎么样。对啊，好好看，你有种就好好看。你有种，好好你。又是没谣言社啊！惹不起了，惹不起就叫身怀绝技。对啊，那转了学校就忘了教官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就前面呢，介绍的差不多了。教练，你们就赶快继续讲啊。那我们接下
噔噔跟威严有在场上，其他人可能先下去。